介绍一下这个特别的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好的，这一组呢，你要预约也不好预约得到，但是我希望先不要预约。先不要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成团13年，说是殡葬业的少女时代，他们是秀娟女子乐队。哎呦，那这一团真的很有名哎，很有唱过很多新闻的。有他们出来就直接表演，直接奏乐奏起来。但是他这个曲目好像怪怪的 ，Waiting for You。我终有一天等到你。欢迎秀娟女子乐队。女子乐团嘛，对不对？当时是为什么想要组合一个乐团呢？因为那时候就是很多，大部分年纪都是，大概我们的长辈之类的。然后，就越来越多人就觉得说，可不可以年轻一点的？所以那时候就约了好多好姐妹，看他们要不要一起做。我只有问，你算是年轻一点的？我那时候才20-30岁，人家做很久了。你们服务就是卫兵，就人家往生者或什么这些服务啊？还有一些庙会的也有。哦，庙会也有。那我们有那种提前预约的服务有吗？对，也有人提前预约有，今天是两位来接洽，是要加入这个团体吧？为什么要接洽？因为真的有些家属就是很可爱啊，他然后觉得说他很喜欢你们的团体啊，然后他说，以后我爸爸死掉还是怎么样？会。对啊，谋财害命，他谋夺爸爸的家产。啊，新加坡客户要求来，还指定小姐说要这个，还挑啊。因为他们有过来采访过嘛，然后他们就觉得说，我们的小姐都长得很年轻，然后又蛮不是小姐，我们的队员。你讲刚才你妈妈长的，我们的小姐，我们的队员呐，团员呐，还有云杰秋跟龟甲牙怎么走出来？牙套戴牙套，安尼哦，他们就希望说，可以挑一下
妹妹漂亮的队员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他没有挑你，你才生气。有，人家是队长，人家就指定要他。他们这个很辛苦，你知道，人爱上个山头就是像安尼，平平平啊，一路上就这样去。走路走中的，对啊对啊对啊，然后传闻中他们当中也有那种不会吹的，会拿一支甘蔗，哦，烂鱼甘蔗，甘蔗传说阿妈是几本多钱两千啦，阿本多钱八百，阿棒棒卡啦，没有那个啦，场面真的吗？场面的，那我要来考验，每支都有声音吗？来，小珍是不是都真吹？来来，小珍吹两句我听听，哎 ，solo， 第一次看队长，哦，我已经变成抓到，对，到底会不会吹？Avon， 加油！可以，刚刚笑死了，刚刚整团都很好，怎么突然间被他呢？是，再来，再来。这首是最熟的，最拿手的大哥，人家叫小周子瑜，就他，好吧，来来一首，最来最拿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一边七。你自己分看麦来，哦，指挥棒是哪？哎，指挥棒是哪？不是啊，很可爱的，叫做秀娟女子乐队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